Step one, wake up early, gonna rise with the sun. Step two, get some good, some food in you. Step three, think real hard about what you wanna be. Step four, fuck everybody, just do your thing. Wake up. 大家早安，我是 Samuel。我们今天决定去个市集，布里斯本天气每天都超好的。我们来到了Western End Market， 这边就是布里斯本每周日才会有的一个市集，接下来会带大家来逛逛布里斯本这个市集是大概是长什么样子，非常多人。现在进入市集的门口，这边应该是出国区。目前走下来，其实跟台湾市集差不多，但是有加一些当地才卖的东西，算蛮chill的，还有音乐。现在蛮长的，这里就卖超多吃的，那菜是炒的，对，看起来超好吃的。大家应该会在刚刚那边买东西，然后就坐在这个大草原吃，超棒的天气。目前看下来，这个市集是那个蔬果蔬菜类会比较便宜，然后但是其他食物类的话就会比外面卖的贵，因为市集本来就这样子嘛，卖的、喝的、吃的都会比外面贵，但整体来说逛起来是舒服的，因为空间够大，然后也蛮长的这条市集。我买了这个 ginger beer， 这边进来有棵爱心树，超可爱。逛完了 Western End Market， 其实整体逛下来是舒服的，因为它的路非常的大，就是左右两边动线规划的非常好。然后里面的话是蔬果类是最便宜，然后吃的东西其实蛮贵，大概15到20澳币一份，就是亚洲料理啊，或者是那种墨西哥料理、澳洲料理之类的。然后市集方面的话，其实就是跟台湾的市集差不多，就卖一些他们自己做的小物啊，还是面包什么的，真的蛮推荐大家来这边走走，因为就走礼拜六限定，每周六才有的市集。逛逛下来差不多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吧，你可以买东西，在刚刚拍到的那个大草原坐着吃就可以了，推推。我们现在要来吃午餐，乌克兰的咖啡和披萨，是网上随便找的，来看看好不好吃。我们点的披萨来了 ，L size 玛格丽特披萨，23澳币，这么大，玛格丽特披萨，什么大蒜鸡肉球？这大蒜鸡肉球咬开，它直接爆开，里面大蒜酱直接爆开，超多汁，超好吃的。很好吃，点辣椒看。这两天的 Airbnb 拜拜了，现在要前往布里斯本的国内机场，我们要搭 Jetstar 的飞机去 Townsville。现在抵达了布里斯本的机场国内线，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 Wake up. 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
Set your affirmations, aspirations. I got shit to do, the aftermath of preparation. Good food, good mood, but it's... 这是前住的 Airbnb， 就简单的床、衣柜，然后会有共用的浴室，一晚大概1000块一个人。这里是饭厅，然后厨房、冰箱，这里是煮鸡煮东西。这里就洗衣区跟浴室，浴室超棒，超大的浴缸，还有干湿分离的淋浴间。小夜蛋，干杯！房东的小狗狗，一只，两只，这只超扯，超亲人，哎 ，cute。超漂亮啊这里！哦、，no， why？ 看，今天又是一个天气晴朗的一天。现在要去超市采购这几天要在 Airbnb 煮的东西，煮的食材。然后我们今天要去的超市是 Woolworths， 这就是澳洲比较常见的超市，绿色看棒的。然后我们会顺便带大家看看这里的物价是怎么样的。忘记加 Woolworths。这里肉类的物价真的是比较便宜，牛肉、羊肉、鸡肉。这火鸡腿肉超扯，跟手臂一样大。2公升的牛奶3.1块，3公升牛奶是4块。这里的牛奶换算台币大概是90块，这里的牛奶真的是比斯莱便宜，太棒了吧！台湾非常缺蛋，这也是鸡蛋富翁吗？哇塞！12颗鸡蛋4.5块，90块台币12颗，1颗才7.5块，哇塞，太便宜了吧！1盒鸡翅5块，鸡翅跟小腿。这是什么饭？这是我的大厨今晚的菜单是奶油煎鸡腿，另外一道菜玉米浓汤还没煮好。刚煮的炒饭，然后煎的鸡翅鸡腿，我一块钱再煮一锅玉米浓汤。现在要去跑步，第一次在 Australia 跑步 ，with my friend Yodo。我们现在要去跑步了 ，with my friend Yodo。Hi Yodo。Hi， I'm Yodo。We will go to jogging。Let's go。Let's go。Townsville 最大的竞技场，这里就办体育赛事的地方。平常可能就是，橄榄球或者是足球都会在这边比赛。冰旋风100多块台币，7块、3块、90块、6块。100，10块，它这个是卡路里的概念。200，哇，20块，300。
刚去韩超买了 kimchi， 这一桶600 g，8块。这几天我们有稍微去看了房子，我会再做一集关于澳洲租屋的影片和大家说明，可以期待一下哦。请问今天煮的是什么料理呢？今天煮泡菜。你有泡菜啊？这是番茄豆腐。你有泡菜。番茄豆腐。看起来很脏。认真的大厨。哇哦。做早餐。来吼，现在撒点胡椒吼。再撒。哎，怎么出不来？来，然后。放一点培根，再放一片，还有个位置，那我们再放一片，来放一片 cheese， 再放个蛋，哎，摆不好，瞧一下，来进来进来，瞧一下，再撒点胡椒，然后盖起来，完成。できました。お待ちしてよ。Thank you。现在有个陌生人载我们去下一个热点，超扯！这边人太热情了，热心的态度。现在坐在一个货车上。Airbnb 的房东人好，在我们到市区的海边，叫 The Strand Beach。